拿着你手机，来我办公室。杨申一，你把卷子收下。好。 想到这叶永宁还真挺仗义的啊，我觉得。我去给你偷过来去。哎，别！我……你们先去食堂等我吧啊！我去找他老师，我亲自跟他解释。啊！哎，走吧，走吧。我饿了。叶永宁，我看你转校前的成绩应该是个好学生，怎么考场还玩手机啊？老师批评你两句，你还有意见？ 你什么态度？岳老师，我们同学怎么了？王老师，你们班新来这学生打完体育玩手机被我看见了，您自己管管吧。哎，岳老师，我教训他，您先去吃饭啊，消消气啊。叶永宁，咱们学校有明确的规定，上课期间不能玩手机，入学前告诉过你，你怎么明知故犯？ 这次把手机还给你，再有下次，直接没收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